对夫妻很年轻，带两个小孩，他们在一楼在卖金子，哪里知道冒火，铁皮屋啊，他们在里面叫外面的想尽办法要把那个墙推都推不倒，活活四个就被烧死了。那我想很多地方都发生这种事情。来，法会功德回向所有火灾死亡者，嗡阿吽得清凉，嗡阿吽，嗡阿吽啊，一样给他念往生咒啊、药师咒啊、念心经啊、放下啊、念阿弥陀佛啊，引导他去极乐世界。然后你把他帮他做功德，动作是自己的子、自己的父母，所以我拢会提饼给伊啊，给他点香啊，功德回向给伊啊。我在跟他讲话，然后慢慢引导他，然后带他皈依三宝、皈依佛、皈依法。你也可以，你们说，那我是在家人，怎么皈依？以菩萨观想释迦牟尼佛第一列头壳顶。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经啊，都好啊！啊，难道你要把三地破每个招来找师傅，你我给他皈依一下呢？啊，每个人都无所谓的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站在菩提心嘛，然后引导他皈依释迦牟尼佛嘛，所以那这些火灾的人啊，然后呢，嗡三昧耶萨埵梵，他恢复清净啊，然后呢，有衣服穿啊，引导他啊。当然，我认为他们最大的痛苦是放不下他的爱人。特别是少年翁、少年某啊，囝好休息，一般都是小孩先超度，然后再超度先生，最后才超度妈妈。妈妈最伟大，她都留到最后，啊！但是当然，她之所以会被火烧掉，也有她的业。那这个业，你要用心经让她超越对跟错，啊，用悲心让她提升。啊，每个人都要学。即所有往生者，49天内，所有中阴身。同享功德，嗡阿吽，啊，嗡阿吽，就是诸佛菩萨的身口意功德，包括我们自己和大家的身口意的功德供养他，然后呢，他得到这些功德，然后呢，引导他们往生净土的世界，啊，而且我会这样跟他们说，我说，你如果去极乐世界啊，才是真正的爱你子女，因为最近有一个阿兵哥29岁被撞死，那我知道他离不开，他还有个2岁的儿子。他朋友请我帮他超度，我一直跟他回向，他就不去净土。为什么？他还在爱他的儿子，放不下，变成他有福报的阿修罗道。阿修罗道。那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你这样不就近呢？因为他儿子还会梦到他。”我说你去极乐世界以后啊，你就用极乐世界佛的力量在加持你的儿子跟太太啊。那你要跟他说，你不能骗他啊。真是如此，而不是说去极乐世界不是离开你爱的人，而是你会把你的功德融入阿弥陀佛，及立在极乐世界祖师大德的功德来照顾你的太太儿女，这才是最大的价值。啊，你爱该供，爱该接受，靠靠的讲，呼呼呼，好好去哦，这样啊，你要一直引导他。事实上，请问，当你在引导对方去极乐世界，你的心有没有去极乐世界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你越劝进行者。越劝人家往生净土，你自己越不会退转。但是各位，这一定要学啊！你不要说讨个查查，有的人懒得用脑筋啊，那呢啊，都查查查查，都平大想，都困啊呢啊！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，花一点时间，就像画画、写文章，你总要花时间的嘛。要去想怎么构思，跟你写三百字啊，你写五百字拢要抄的，哎呀，啊，那你总要想办法去开发自己的脑筋、佛性。啊，好，我们回向一下，愿以此功德，思维一下，我们一大早就来，从你家来到这边都在修功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去参加法会的动机，来了以后，哇，大悲咒洒净，再来呢，甘露施食仪轨，哇，请师受八关斋戒，中午我们今天还跟很多新竹的菩萨结缘，供养便当红包，然后呢，格西为我们说。修药师超度啊，你为我们念心经吉祥消灾等等，各位要共生啊，佛前十大供养放生替身多嘛，做了很多的功德，然后呢，我们呢读诵大乘经典，然后呢随喜各项功德啊，这样一直思维啊，特别我也有时间手机打开，我们有国际放生、国际护生、烟供施食点灯。我每一样都随喜，我们生命电视台每一位义工员工都把他一天作业，他做什么都会放在电脑上，
我就拍开，我就把酒看看飞起，一直水洗就好了。啊，因为他们每天做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所以变成现在时间不够，但是实在是功德水洗不完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因为也为了要利益众生嘛。啊，你要把这个功德水洗出去，点灯已经3300万，再加上这一次我们跟五台山文殊共灯会在美国也有结合，他们已经点了，念一下3500万盏灯，再加上我们3300万盏灯，总共就多少来？8800万盏灯。嗡啊吽，啊，一声这八千八百万主要拱一拎刀拎刀的回修主啊，意思是说这个功德水洗以后融入在地狱道、恶鬼道。这个人生病，像我这样，某某生病，写个牌位，嗡啊吽，拢你去啊，安尼 OK 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往生者我也是这样，完了以后，所有功德写完以后，我有功德牌位，有32项，点灯。我虽然没办法跟他出很多钱啦，因为有些人叫我写牌位都不给钱了，让我修功德了，我还是会给他写49盏灯，但是事实上是融入了8800万盏灯。啊，我会跟他放生20块，事实上是加入14万场放生，然后给他嗡啊吽。所以去净土难不难？不难啊，你功德给他，引导他念佛，你都会啊，跟他结缘嘛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就经常这样随喜来，随喜所有善根功德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各位记住，每天都去极乐世界，每天都庄严诸佛菩萨净土啊！所以这样来供养诸佛，就像你把你的能量供养太阳，太阳的光遍照一切啊！我们供养极乐世界，反而我们的功德更大啊！因为变成加入佛的力量，这个叫老鼠会，了解不？全部收取、收取、收取，然后集体投资赚大钱，跟温坦呢啊！来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每天要想来上报父母祖先恩，嗡啊吽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嗡啊吽。那各位，现在你不了解众生是什么，但至少地图上有非洲人、有中国人、有欧美人，你都要观想一下啊。印度有印度人，美加地区有印第安人，南北还是爱斯基摩人，你行为就拢该观想，就要跟众生结缘，然后去了解他们的习性。现在电脑很方便，爱斯基摩人鲑鱼是什么，鳟鱼是什么，他们的习性什么都该了解。现在还有图片，甚至还有影片，你要借机会不离世间来了解世间啊，来引导他们了解他们的苦啊啊。所以再来上报各级国家领导恩，嗡啊吽。像我这一次从英国回来，师父啊，多回向英国，真的要脱欧了啦！这个一脱欧啊，拜啊拜啊，一块英镑会使换48块，今嘛剩33块，这下了足济啊！啊，然后最近又要变变变要下去了，啊，因为决心脱欧啊，那无条件脱欧，哇，有些要抗议了。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因缘，这也不是就像香港一样莫名其妙就有这个因缘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一直回向啊，这些领导人呢，希望他们有更高的圆满的福报智慧，能够处理这个世间多复杂的问题，很复杂的问题。但是恭喜在，你那边做大菩萨，你应该去做皇帝，较紧做总统，较紧做菩萨了，很烦的啊。但是你没有这样烦躁，你千万不要说。菩萨都我来做，菩萨都该你做，你都要去做，了解吗？该他都唔通做，来做阿罗汉。但是菩萨都世间最艰难、最艰困的事情，不为名、不为利的去承担众生苦，哎，这个叫菩萨。但是我们不是对方，你不要随便批评对方，搞不好人家都是菩萨，来加入这样子的整个世界趋势，要达到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些大菩萨。所以我经常观想这些大总统、大人物的心态，然后只是以他这样子的积极、这样子的力量，给他改为佛教，阿弥陀佛啊！啊，佛教里面永远是如此。所以来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，嗡啊吽，
上报三宝加持恩啊，嗡啊吽，那来大家感谢护法经三宝，来夏季地狱苦，嗡啊吽，夏季恶鬼苦，嗡啊吽，夏季动物苦，嗡啊吽，回向所有流产胎儿，嗡啊吽，所有意外车祸死亡者，嗡啊吽，所有重病患者，所有贫穷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咱生命目标了好。悉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悉就全部，全部友情都让他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净国，好不好啊？这一次我回来，我出去三个月，回来我房间有一包蜜啊，我说别给，哇，拢是蜜糖，结果蜜糖哎变飞蛾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蜜糖买飞啊，啊，因为他们变飞蛾飞来飞去啊，但是很多都死了，但是死了。刚好超度同生极乐国，啊，一只小小的米虫也可以帮他念一念啊，帮他回向啊，给他收一收啊，对不对？变成飞蛾的变飞蛾，没变飞蛾的死掉了啊那样。但是一包米的一包世界啊，三个月都擦行哈林这不可能的，那个米里面自然因缘所生法就会长出米虫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他这个米虫的基因就在米里面了啦，只是因为米如果透过时间有水分，然后它就会长出来。世间话就是这样，让我们了解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。1月18号星期六，念地藏菩萨、读舍那佛、持斋除罪1000劫，下午1点，印尼巴淡岛护生。1月19号星期日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。上午9点，印尼巴淡岛慈海禅寺年尾大蒙山超度法会。1月20号星期一，上午10点，印尼巴淡岛校园生命教育。下午2点，新加坡关怀特殊教育院。1月21号星期二，下午3点至6点半，新加坡关怀活动。1月25号星期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光如来，持斋除罪40劫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倍。元始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板桥悲愿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家禽育销合作社点万灯供万水护生祭慈悲施食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星期日，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
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